台中调圣经妈祖的信徒，以及介关系的观众朋友，啊，搁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雅兰。啊，真欢喜！那我是杨丽花，因为花国喜新秀比赛的第八场，来到台中朝圣宫。咱主领委员李焕香李主委起来代替大家拍一下招呼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李主委。也要来介绍咱的这个专业鬼才导演蒋建元蒋导演。你冇看伊安尼哦，功夫外好诶，吼，即嘛是暂时无比尔。接下来欢迎波比天后王彩华，尖叫声。接下来欢迎体赛有玲珑的大导演金钟奖最佳主持人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彭恰恰。哎，大家好，你起来就免人喊尖叫声，就好家己喊。啊，无啦，我是讲安尼拉姐看会较爽未？今天师徒吼联合伫个这个舞台顶，是吼来给咱台湾文化小支持一下，因为食鱼食肉嘛都爱菜噶，对不对？有阮这两个专业的，吼，嘛有两个青菜。哎喂，为什么青菜？啊，你看你讲阮做认真的呢？对国语非常尊敬哦。啊，请教一下，这两位对国语的涉略有多深？谁来？谁来？啊，像谁来？我演一段来，你可能有你参考一下嘛。我老爷啦。你老爷，啊！你做干哪啦？哦，爱干是我专门的，来七里呀！免，今天免走，拢清唱，清唱。你老爷，不是啦，对袂到，所以唔敢走。老爷来到朝圣宫，一个拜神明，做干哪香香来到位咯。那个拍过对一个哈。好，我这早干啊，讲话拢大事，但是用唱的无代志，就唱一阵。你用唱的什么代志？老伊唱你也无唱，来，甲走落去。哎呀，伊是那卡在安尼啦，我是咧踢棒，你的鼻孔有够大孔。我心惊白狗啊！什么呀？白啥？白狗。叫白狗怎么走起来？走的三关，我改换所以啊，一来到台中吃肉丸啊。啊！迄个菜花啊，这个无人管，咱大家一定爱收看，因为花歌戏团。哎呦，哎，很变的，很变的，哎，很变的啊！真正，你已经导演级的人物啦，哈，所以来给咱做评审是恰到好处，而且真正非常感谢因两个，真正不计酬劳，搁对台北特别赶来，咱给因抱一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碰哥，谢谢彩华。好，来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晋级的十一强将进行三场的指定自选曲比赛，曲目为杨丽花公演的四大骏马：吕布与貂蝉、梁山伯祝英台、双枪陆文龙，还有丹心救主。晋级者可以自己选段，并搭配其他学员共同来诠释。首先登场的是陈宇桥，他在败部复活赛中以佘太君寻营仇记的戏码顺利晋级。接下来我们赶快来看看他精彩的表演。那今天宇桥呢参赛的剧目呢是丹心救主中包公会国母的选段，那他所饰演的呢是李晨飞，那搭档由沈明宪饰演范仲华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参赛者陈宇桥。你去红
笑起花，是只能以了笑话。是往昔动情的，回忆冰箱底色高，生理歹，菜卖无吼？无，迄菜卖到空空空，我才要讲转来，互阿娘欢喜的。阿娘，你看，啊，煞袂记阮阿娘目睭无看，歹势啊！阿娘，来，你吼要看卖啊，才偌济钱？哎，这银两遮尔重，上介少
毛五鸟人呐、啊，伊甲准准准对对对，讲阿娘青梅，我也唔相信。阿娘，我要甲你讲哦，迄是我卖菜摊转来呢。大大，哎呦，你也甲骗鬼呢？哎呦，我才甲我讲落去。你讲，你这钱是去倒遐共偷的，倒遐共抢的？阿娘，我唔敢共偷，唔敢共抢啦。你也要知哦，我讲阿娘你听啦。才着受冤枉，大人想我五娘的银行，你还心肝仔的，你先爬起来，啊，你是受什么冤枉啊？阿娘。做事工，后面的做事工，啊，后来的，后来哦，家在泉州白阿哥来见哦，伊替我求情才开恩，迄个大人惊我将伊。想一下吼，我伊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对啦，迄个大人姓名叫做包文珍，人人称伊包大人。是有人欺负我，我唔才会哭。
阿娘，你跟我讲，什么人欺负你？我去找伊理论。欺负我的人，就是包代林。啊，安尼我唔敢啦。来，你去，你叫伊来见我。伊若敢来，这是包青天。伊若唔敢来，伊就是包代。我死去阿娘，哎呦阿娘喂！掌声谢谢陈宇桥。你是有一个双眼失明的，虽然没有办法像正常人那样的卡步秋楼，但是基本的脚步还是要走出来。好啊，听到这个恁囝讲反包带领的时阵，你的欢迎，虽然恁唱歌，迄个欢迎无出来，你迄个欢迎无出来，你如何引发后面你这个急促？了解吗？你出场迄个动作，我认为是想济。因为这是领导嘛，啊，应该无遐尼假啦吧，吼，啊，但是该反应的，这台下拢你的，一唱独角戏，外台、外台你俩驾驭的过，入去甲电视就无问题啊，因电视有特写，再甲你报道一挂表情甲动作，所以，我希望你吼，第一，甲紧张先提掉，因为发觉你今仔日拢注意伫你的歌词、你记的迄个部分、在讲话，所以动作去哦。无菜去啊！李新辉因为以前是皇帝的某，伊绝对有出身的嘛。伊迄个出身，你也加加伫你的身躯顶。虽然伊流落滨州已经真久啊，食歹、住歹、穿歹已经真久，但是人有一个质，迄个质伊原本就天生带来啊。迄个质一定要把握掉咧。你头前吼拢在在啊，等恁囝入来，你就开始急啊，吼对囝伤歹。啊，不过这拢唔是重点，上界重点的，就是你的苦情，原来包青来本镇，十多年的感冤情，我可心。迄、那个七里啊，头前你拢唱过足好个，迄两句七里啊，你煞去有迷失去，知影包公来啊，你要伸冤啊，所以你这两句哪会无把握好？因为你这种听到的时阵，你会使踉跄啊，倒提的时阵就加重你的表演。对不？伊咧打长，有无？先人打长的时阵坐落去，还是讲打长？当然，这是小生的演法。你老段的演法，你都要倒退。安尼倒退了，自然的加重你的 power， 再来去唱迄个歌。有当时唔是作文作伤济，就好听。上主要迄个鼻情爱唱出来。我是感觉吼，你唱了足好，但是呢，你听到包带领这三字。真的，你的惊讶指数不够，你那我可能来到这个所在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多呈现一下，把那个戏份、那个戏感把它表现出来。技术上有较短淡薄，吼，内底有衬呐，但是可能扭无扭无好，哦，这红地毯。哎，技术是杨阿姨穿的，阿娘喂，把我小心吹落去。登场的参赛者是罗玉忠，他在败部复活赛中饰演的是大将军吕布。时常忘词的玉忠，在这次的表演中，是否可以克服这个致命的缺失呢？那罗玉忠这次参选的剧目呢，一样是《丹心救主》里面的难舍养玉恩，那搭档呢是张如月来饰演刘飞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欢迎第二位参赛者罗玉忠。
苦难消。凤梨，以后你若看到这领披风，就亲像看到母后同款。母后，你会用得走啊？你会用得走啊？母后。
来小李听乡赞，听乡赞。是庙也在人世间，如今香火掩台漫，为求良缘我也难相待。抱紧良民心公正，相逢不见不留情，不休无力小娇莺，不休诉诉去也去多生，不休，宝庆真紧就要来呀，咱紧来走，我紧带你走。不休，这是关头要如何？天地交将天。放弃这地位啊，我不走，带恁放庙赴阴州，不要。你是安怎来托付的？你紧遮坐咧，你是安怎咧？王丽，母后，母后早得了伤，有当从司法的指令，早着吃毒药。吃毒药，母后，我不准你死，我不准你离开我。母后，我跟车太医啊，王丽，母后，那是有来生，我希望咱会当搁做母子，永远莫有恩恩怨怨，永远，永远。掌声，谢谢罗玉忠，还有张如月。我唔知道你今仔穿这双鞋啊，无我得叫伊去倒。对啊，你是不是爱穿官鞋？对不？那双鞋啊，是哪？皇帝穿乌鞋啦，皇帝爱穿亮鞋。对哦，但是伊是无穿，伊是无穿亮袍啦，哈。但是可能爱较官一些啦。对哦，对哦，对哦。你穿的那个应该是郭淮穿的啦。我们戏曲舞台上那个鞋子哈，你哎穿上去，那个脚步自然就会出来了。技术衫有较短淡薄，吼，哎，内底有衬呐，但是可能腰无腰无好，嗯，哦，这皇帝真。哎，技术是杨阿姨穿的呢，因即马所穿的衫拢是哎杨阿姨的衫，杨阿姨的衫无爱红穿的呢，哎，真正是伊入门的地主，伊才提出来红穿的。阿娘话，抱我小心吹落去。拄啊，迄个雨桥。一直到狱中，我拢感觉你是过斯文，两个人的戏哦，如果是你个母后，嘿，安尼两个人，我也是心里素白的，伊照讲，
在你在你安那吃薄冰，那不算要紧了。然后去接去补足你口白的部分，因为他没讲吼，歌也轻，咱来听的时阵无看字，无可能唔知你唱啥。你的情绪、声音拢有到位，但是动作就是不够。这点嘛，你参考吼。有一点要甲你学落的，就是你平常时你两摆比赛歌词足够唔对的，今仔我调工要来甲你练，结果你逐句拢对，安尼算有下苦心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你出场了，你唱两句歌了，你有一只空罩足长的，你敢那半唱五半两摆，你会记得你无水袖。杨阿姨在做这段的时阵，伊是有水袖。所以他拔了有道理，所以你这段空照，因为咱原本就是拢用杨阿姨公演的这个戏码来做，这个中午无水秀的时阵，你要做啥？爱做母仔囝的感情，因为一个是用力的，一个是生力的，这个用力的老灰竟然要害死你，用泥巴来倒换太子，然后要害死你亲生的老母，火烧撇魂宫。好，伊才互救起伫个郑州，对无？你这个心理的挣扎，这个落船，这个过门，都是要互你表现的啊！你爱讲我今仔日是要甲送去死，也是要救伊走，这个前后的挣扎，都伫你都会当表现是伫这个落浪内底。还有你看到老母送你披风的时阵，你爱想讲。我哪会使为着我的养庙，伊即马害死一国之尊，我敢会当包庇吗？无可能嘛！你要来送伊去死的时阵，伊阁对你遮好，阁送你一领披风，你披风哦，多谢母后，就甲穿咧啊！迄拢幼戏，幼戏拢爱注意，每一棍落去拢是心疼，迄个心疼的感觉一定爱做出来。你对佩珊的怜跟不舍，无错。登场的是陈伯佑，他在《拜布复活赛》中表演的剧目是《李玄得道》。老君，每回上台，伯佑都获得如雷的掌声。今天在粉丝的加持下，他要选的剧目为何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今天呢，他要参赛的剧目呢是《丹心救主》中《寇珠声讯》一则故事，搭档由王佩珊、林书成、沈明宪分别饰演寇珠、刘飞跟郭淮。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欢迎最后一位参赛者陈伯佑。爱你心口珠，伊若唔招，你就将伊拍死。丹林，你也唔赶紧用刑？口珠啊，口珠。妞妞，素我梅花棍，你问出实情，你若不老实交来，你可知梅花棍？梅花棍的威力啊！你休动不起。你得叫来呀、
命，风转起了，我冤家。求主国旗是我心片。我和你相依啊，往的事啊，谁啊？生小五，愿下兵。你就当军中我了战声。什么的宝珠啊？苦吃啊，偷笑，怎会啊？安那能啊？陈祖公，如今家主是心不如心，叫陈公公收查家主。林，你也唔赶紧走。保留。求主，家世主神咯！娘娘死咯！哈？你讲什么呀？无啦，我是讲求主死咯！哈哈死得好，死得妙啊！娘娘，望求主点在后宫的你，赐一切福的光芒，让他。你托为安啊！你托为安啊！我早已经准备两副的棺木咯。妞妞啊，啊为什么呢？一副是要答伊求助，另外一副是要替伊担任。掌声鼓励，好，谢谢陈伯佑以及沈明宪、林书成、王佩珊哈。陈琳这个角色非常不好演，尤其沈寇珠这一段，哈，整个内心戏是很复杂的，对，又不能表露在外，让刘飞知道。你只要一点点知道，你这跟他有点那个，哦，这老灰可怜，连力都被抬啊。对，所以那个情绪，你在口白的那个，你都太过急躁，急躁反而听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在一个贵早的中间，赵龙、七里亚、赵龙，你要安那唱出牺牲小我，还是 Q 出你们两个的戏没有对到，所以在这两个的情绪，你跟佩珊的那个，你对佩珊的怜跟不舍，黑。重点没出来，
对哦，你很忽略过去，没关系，这都是你以后的磨练的一个机会哈。如果这段戏是伫咧过去的表演内底，可能中途观众的话好啊，破声的吹个并过，这段拄拄啊这段，我如果注意听，观众都一摆尔。那个十四岁囡仔哈，慢慢啊来，嘿，以后在杨团长跟亚兰老师的教导之下。把咱的文化传承落去，安尼吼。今仔日你这个担任呢，我感觉讲就是迄个心理上的感觉啦，吼，就是迄个心酸的感觉无。因为恁两个同模，你甲邱主同模做嫁，要来救这个太子，要甲李麻刀换太子嘛，对不？啊，结果一死你唔免死呢，你无感觉足心酸的吗？啊，佫死伫你的棍下。虽然伊尾也是家己死无唔对，但是你爱甲行行爱甲拍，你每一棍落去拢是心痛，迄、那个心痛的感觉一定爱做出来。吼，这个心理层次，我相信你愈子会回的时阵，也是愈来慢慢有去体会这个角色的时阵，你就渐渐会当发挥出来。现在马上来公布四强的第一强。曲的比赛已经全部表演完毕，十一位参赛者在四大公演的剧码中各胜擅长，谁能晋级最后四强呢？这个难题只能交给国宝天王杨丽花了。前四强的名单已经在我的手里了，好，现在马上来公布四强的第一强。让我们掌声恭喜王杰林，你是搞笑，搁兼讲袂出来，安尼袂使哦。即摆若是伫台顶咧演角色的时阵哭，是袂使讲袂出来哦。就是虽然有表现不好，然后很谢谢你们还可以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我还要继续努力，我还要好好的学习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都对自己真有要求啦，因为伊顶礼拜表演的时阵，头前敢那有较无发挥啦，哦，啊，结果后边又补戏，有搁个扭倒回来啦，哈。好，再次恭喜王杰林。接下来为大家宣布的是第四强的第二强。谁？只有这边哦，那边有没有？谁？谁？让我们掌声恭喜谢学成。送啦！辛苦大家啦，但是哦，国宝伫咧讲啦，吼，若唱袂起的时阵，我们卖做法悬啦，知无？好。好，恭喜谢学成。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四强的第三强。让我们掌声恭喜罗玉中。非常感谢吼，咱阿姨甲杨玲姐，咱大大细细评审，互阮这所有选手有这舞台，我足感恩的。做感谢阿姨借我一束衫，我有看我讲衫，敢唔免洗身躯嘛？大家都唔捌穿着杨丽花的衫，起码来遮拢总穿着啊！哈，啊来再次恭喜罗玉中。接下来公布四强中的最后一强。让我们掌声恭喜。而佩云，
我很感謝我們家的人支持我，阿嬤，我真的已經進四強了，我會再更加打拼，謝謝大家的支持我，我也很感謝雅蘭姐，還有導演，所有工作人員跟老師一定給我指導，謝謝，謝謝你們，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了。好啦，你若不知道要說什麼，我來說好了，啊，你演戲沒辦法出來，有當時吼，會敢那拼命三人咧，伊一直衝去，一直拼去啦，也無咧顧身體。吼，你若後擺路要閣久久長長，吼，要伫因為咧花冠戲哦，大家閣看較久的，吼，家己身體都愛保重。吼，好，再次掌聲，謝謝何佩云。当然，我们在场上的其他这几强呢，也是非常的厉害哈。到时阵唔通袂记的，每礼拜六下晡的五点至六点，你都拢会当看到因精彩演出啦。后礼拜呢，咱要伫个北寮的广泛宫进行四强的比赛，四强选三强。应该讲哦，比赛愈来愈刺激，愈来愈紧张，一定要锁定台视频道。我是杨丽花，谢谢，拜拜。